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唉，这孝经我都能倒背如流了，老师怎么还是让我读？真没意思。没有意思吧？跟我们一起玩啊。又是你们，我不会再受你们的骗了，你们快走，不然我叫一清师傅了。一清师傅？以为我们怕他？我不要叫一清师傅，我们这就走。好久没见一清师傅了，对，我找一清师傅去。一清师傅，阿弥陀佛，黄施主，是你啊。一清师傅，我最近一点意思也没有。你不是跟段先生学习圣人之学吗？段先生只让我读《孝经》，我都快倒背如流了，他还让我读。原来是这样，黄施主，你知道一清拜师的时候，师父提的是什么要求吗？不知道。第一，只可以听师父一个人讲经说法，其他任何法师、居士大德讲经说法都不准听。这么严格？第二，不论是看佛经或是其他的书籍，不经过师父同意，一律不准看。这也太难了吧。第三，从前所学的师父统统不承认，一律作废。从拜师那天起要跟着师父从头学。这么说，段先生的要求不算什么了。老师那样做是为了让学生一门深入，把心定下来，才能真正学有所成。原来是这样，那我回去接着读孝经了。阿弥陀佛。子曰，先圣有至德要道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。是谁？是我们。又是你们？我不是说了吗，我不会再跟你们玩了。我们这次来，是向你道歉的。哦，道歉？我们已经改邪归正了。我们这次是来跟你一块学习的。你们也学习？当然啦，我们刚才读的就是四书中的《大学》，你想看看吗？先生只让我读《孝经》。你读其他经典的同时，不放弃读《孝经》，就不算不听先生的话了。这也对。我们上次伤害了你，这次把诸子百家的书都送给你，希望你能原谅我们。既然你们改邪归正了，我们还算是好朋友。太好了。大学、中庸、论语、孟子、诗经、尚书、礼记、易经、春秋、老子、庄子，连孙子兵法都有，太好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的学习将会丰富多彩。耀祖，这些日子《孝经》学习的怎么样了？学生已经烂熟于胸了。好，说来听听。仲尼居曾子侍，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不对，应该是……等一下，你刚才背诵的是哪里的语句？是《论语》里的。
为师什么时候让你读《论语》了？先生，《论语》也是圣贤的经典，您为什么不准学生读啊？你拜我为师，就要听我的话。一年之内，除了《孝经》，不准读其他的书籍。先生，《孝经》学生都能倒背如流了，学生不想再读了。你不听为师的话，以后就不要来这里跟为师学习了。什么？段先生不准你博览群书，还要把你赶出师门？是啊，爹，不管孩儿怎么说，段先生他都不改变主意。老爷，段先生他这样做似乎不太近情理啊。嗯，这样的先生想来也没有多少真才实学。爹，孩儿以后可以不跟段先生学习了？十天之后县里有一次童生考试，为父给你报了名，这几天你在家好好备考，考完试以后为父给你请一位更好的先生。谢谢爹。夫孝德之本也，竟然考的是孝道。孝经，孝经上怎么说来着？耀祖，你醒过来了。爹，孩儿。孩子，你不要说话，好好休息。孩儿考试。是爹不好，给你太大的压力。这次考不好没关系，还有下次。老爷，这三本书是少爷考试前让小人买的。耀祖，这三本书是你让管家买的，你看看管家买的对不对？孩儿不要输，孩儿不要输，孩儿再也不读书了。这怎么会这样？怡清师傅，耀祖他现在什么书都不想读，之前读过的书他通通忘记了，连他最熟悉的《孝经》也都忘记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您先让耀祖好好休息三天，什么书都不要读，等他心情平静下来，怡清再去找他。怡清师傅，拜托您了。怡清师傅，你带我来山顶干什么？你现在不想读书，咱们就做点其他的事情。什么事情？挖井。挖井？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挖井啊？挖井可以锻炼身体啊，咱们比赛一下，看谁先挖到水源。如果我先挖到水源，有什么奖励？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怡清变的戏法吗？你把石子变到我的衣袋里。如果你先挖到水源，怡清就告诉你，戏法是怎么变的。一言为定。这下面肯定没有水源。不，这里也不对。试试这里。怡清挖到水源了。我挖得比你卖力，你却先找到水源，是你运气好，找对了地方。阿弥陀佛，黄施主，你找的三个地方都是对的。都是对的，那我为什么挖不到水源？啊！怡清师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因为水源是相通的，表面看来所挖的地点不同，可是挖到底都会找到相同的水源。原来是这样，学习也是一样。当智慧没有增长的时候，看得越多，烦恼越多，越容易出现问题。这么说，我现在不想读书，是因为智慧没有增长，读了太多的书，反而生了烦恼，考试才会没有考好，才会对读书产生厌恶的心。不错，与其这样，不如把一本书读懂了，读透了，自然会体悟到圣贤人的心境。到那时候再读其他的经典，就会融会贯通了。
圣贤人的心境是相同的，就好像这山顶的水源都是相通的一样。这也是我们佛教中所说的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的道理。学佛也是这样？当然了，佛教修行有84000种法门，但是不管哪个法门，学到底都是相通的，所以只要把一门学懂学透，自然就能有成就。我明白了，段先生让我读《孝经》一年，也是这个道理。嗯。先生，学生知错了，求您再收学生入门，学生以后一定听从您的教诲，好好研读《孝经》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耀祖，为师原谅你。谢谢先生，谢谢一清师父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啊，戒定慧三学通通具足。你看，每一天修8个小时的戒定慧，修上3-4年，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？啊，所以我们自己不能成就，不可以怪别人。不能怪我的运气不好，啊，我没有遇到善知识，我没有遇到好的同参道友，都是自己推卸责任，啊，把过失都推给别人，啊，真正修道人、明白人知道过失都在自己，别人没有过失，环境也没有过失，自己没有能抓到。错过了机会呀！往年我在美国说这个话了，啊，总得有10几年前了，啊，到15年前了。洛杉矶赵立本居士。他是个大学教授，退休了，跟几个朋友经营一个餐厅。我在洛杉矶讲经，他来听，听得很欢喜。他找到2套录音带，那是我早年讲的，一套是《六祖坛经》，一套是《金刚经》，他很喜欢，在家里面呢，反复地听，听了26遍，来告诉我，哎，他说法师，我学这个经教啊，我就听这2样就够了，其他的我不要听，我念佛求生净土行不行？我说行，啊，听多少遍了？26遍，我说太少了。他说那听多少遍呢？我说至少听100遍。啊，他真干呐！啊，100遍听完了，我告诉他再听100遍。现在他这2部经啊，他会讲，讲得很好，很多地方请他去讲经。熟透了就变成自己的了，
你要晓得，这个修行方法戒定慧三学统统去做了。你依照这个方法去修学，这持戒。你专心的，不再想学别的东西，你心定在这里了。定了他就开智慧。一般人智慧为什么不开呢？心太乱了。所以心定就开智慧。听经遍遍都有心的悟处，即小悟就成大悟，即大悟就大彻大悟。以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，决定得生。在这个《无量寿经》里面，三辈往生，它是属于最后的那一段。慈州大师在扣判判后面一段叫一心三辈，就是不是修无量寿经弥陀经的，是修学其他大乘经典的，回向求生净土，这他成功了。这些人修学的方法都足以给我们做榜样，所以在今天这个社会，我们利用这个科技，实在讲，你买一个小收音机，录放机就行了，有一部经、两部经的袋子足够了。哪有不成功？你自己不肯干呢，那就没法子了。只要你自己真正肯干，菩萨六波罗蜜都在其中。做任何一桩事情，都具足六波罗蜜。六波罗蜜不是分开来的。不是一桩事情是属于哪一条，不是的，任何一桩事情通通具足六波罗蜜，这叫菩萨行。所以要明白这些道理，要知道自己怎样去做，怎样去修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些成就的人真的是佛所说的一切法得成于人，他有耐心，他不改变，天天听经，天天改过，经典里面佛对我们的教训告诉我们，哪些是要去做的，哪些不应该去做的。你听懂了，听熟了，听多了，自然就记得了。在生活上、工作上、处事待人接物，念头才起，就知道我这个念头是正确的还是错误。如果是错误的，立刻改过来。真修行啊，这种人叫真用功啊。不再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了。一切能够随顺佛陀的教诲，这个人没有不成就的。
无量寿经上说，这种人是如来第一弟子。如来第一弟子的条件，就是经论里头世尊常常嘱咐、常常勉励我们的，受持读诵为人演说。你只要把这一条做到，如来第一弟子啊，佛所说的。你有没有真的听懂？真正听懂了，你就会接受我。你还没有能够接受，那说老实话，你并没有懂。你如果懂得了，我们不可能不接受。你还不能够接受，是你没有真正懂得。大经里面常讲深解意趣，为什么不能够深解呢？你念的变数不够多。古人说得好，说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读书听讲都是一个道理。你听讲听上一千遍，听上两千遍，人会开悟啊。你念的太少了，听的变数太少了，不管用啊。听而要专，不能杂。杂这个雾门呢要堵死了，要专。因为这种听经、这种读诵都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。如果你听东西听多了、听杂了，那是常识，那就是古人讲的记问之学，不足以为人师啊，没有什么受用的。所以东西秘诀就是专精，长时间的熏修，你会得定，你会开慧，得定自己清楚啊，妄想少了，烦恼轻了，智慧增长了，这是得定的样子。处事待人接物聪明了，从前糊里糊涂的，现在很清楚很明白，从前常常做错事，现在不会做错事了，这个是定慧的样子。一切都在功夫要用得深呢，我们才能够把无量劫来叫错误的习惯、错误的习气扭转过来啊，转烦恼成菩提，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，转凡成圣。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，就在你懂不懂这个诀窍，你懂不懂这个方法。